音了吗？申请了突破，再相亲，再相亲。出阵，出阵，出阵！我跟那边教我们进行宝石的相亲，升级啊。好，这边就继续来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有两倍速，很讽刺的两倍速度。这可以放进，放进这个系统，我觉得也蛮棒的。获胜之后呢，可以得到一些奖励。然后这边可以去下一关。大概那边就将我们进装备的一个强化，宝石的强化，宝石的镶嵌，靠背，断线了。奇怪，为什么盖章会闪退啊？扯爆了！重看一下。哎呦，该不会关不在临时维修吧？我要晕倒喽！所以我看演示到那边，这个好挡路。其实他这边主要是在教你怎么升级。其实就是所谓的宝石的镶嵌。这应该是宝石吧？对，宝石的镶嵌与强化教学。哦，宝石镶嵌与强化教学。然后这上面就有他你们通关的记录哦。这个可以扫荡。再打一次给你们看，我现在有两倍速度，再来呢，我们就会抽我们酒馆的角色，所以重点就是抽取酒馆的角色。亮亮，我得到黄盖了哦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关。所以他抽奖界面做的蛮漂亮的耶。